星空它属于谁，不断努力追逐的每个明天，紧握双手用力大声呼喊，就算再累，就算它不完美，我们都有一点点隐形的残缺，却往往不退缩，用伤痕学习痛，如果坚强笑容是送给自己的承诺，也不要放弃下一片天空，新的世界我能够看见，曾滴下的泪水，越过了是与非，冲击着我的心，不曾枯萎，坚定信念，改变所有的一切，去面对，面对每次挑战，跌倒了无所谓，做自己才绝对，脚步会停歇，走在属于我的地平线。大家好，我是 CGT48 Team C2 的郭兆元。我选择不完美为我的作品的原因是，当初有看到前辈们在舞台上演绎这首歌，当时我就觉得这首歌词真的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。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完美的，但是只要我们肯努力，就一定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明天。希望我的这个心情可以传递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可以为我积分，谢谢。青春十载，星光闪耀。2023年 SN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。我是 CGT48 Team C2 的郭兆元。我的星光是我的作品可以在这么大的家庭里面被你们所看见。8月5日，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。